什么事？周翻译官找您。哦，皇军来电话，问新四军陈碧元的事儿。陈碧敏，咱们抓来的穷百姓都是一问三不知，新四军伤病员太难找了。我看那个王福根，王福根那天带头闹事的就是他。对，就在他身上打主意。参谋长，您快去吧。周翻译官马上要走，汽艇都准备好了。哎，你在这儿再盯着，我一会儿就回来。参谋长，我还是躲着点好。这两天司令老外跟我发脾气，今儿个手气又不好，回头再跟我来一通。你当司令发脾气是冲你吗？我心里有数，有我呢。哎，我听参谋长的，到里头伺候去。是。风声
送去了吗？没有，昨晚上我和镇长刚把船划出去就被鬼子发现了，我们俩就跳水跑了，船也叫他给扣了。镇长呢？镇长一下子就发了摆子，再加上感冒，正在发高烧，起不来床，他让我先来向您报告一下。阿青嫂，你看该怎么办呢？是啊，咱们得想办法弄条船给同志们送点干粮去呀。要不今晚上我再去搞他一条。刘副官来了，让四龙生病，跟他借一条船，就说送四龙到城里看病去。哎，刘副官。哎，阿静嫂。哎，这是谁呀？沙奶奶的儿子。在这干什么呢？病了。病了？刘副官，这孩子病了，想跟您借条船带孩子到城里看看病去。借船那哪行啊。阿青嫂，您给求个人情吧。是啊，刘副官，您瞧这孩子病成这样，咱们这儿又没个大夫，您就行个方便吧。阿青嫂，不是我驳您的面子，我可做不了这个主，船有的是，就在那边，一条也不能动，这是刁参谋长的命令。阿青嫂，我劝您少管这种闲事，免得招惹是非。瞧这孩子病得怪可怜的。站住！干什么的？我是看病的大夫。哦，大夫来了。哎呀，这就好了，该找这孩子的病好，让那位大夫先别走啊。刘副官，就让那位大夫给孩子看看吧。不行。副官，既然您不肯借船，就请大夫给孩子看看病吧。不行。是啊，既然那位大夫来了，还真的让他走吧，你就让他给孩子看看吧。啊，杏嫂，你是知道的，我在刁参谋长面前不好交代，参谋长说了，这个地方不准闲人来。嗨，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啊，别说是参谋长了，就是胡司令这点面子也是肯给的。那好啊，司令在里头呢，您去跟他说说去。这点小事就别惊动他了。可我做不了这个主啊。我们什么事啊？司令，来了位大夫，阿静嫂说要让那位大夫给这孩子看看病。看病啊？是这么回事，这孩子呀病了，正赶那位大夫打着路过，我呀就多了一句嘴，说让那位大夫给孩子看看。刘副官说胡司令这点面子是肯给的，就是怕刁参谋长知道了要让司令为难。他这么一说呀，吓得我也不敢求您了。刁参谋长放了屁都是香的，拿着鸡毛当令箭。哎，其实啊也没刘副官什么事儿。刘副官还说了，司令的心眼好，为人厚道。我是怕刁参谋长真的较起真来，我倒觉得快对不住司令的。那么就让那位大夫。啊，是。哎，请大夫过来。让我替孩子谢谢司令吧。谢谢司令。你们好啊。好，大夫就请过来诊脉吧。好好好。胡司令，哎，这会儿的手气怎么样啊？背透了，四圈没开壶，出来溜溜。您这一溜达啊，那手气就来了，待会儿您一坐下，我管保您连壶三把满贯。好，借你的吉言，壶了满贯我请客。那您这客算是请定了，您快进去吧，都等着您盘算呢。你是哪来的？常熟城里三代祖传世医。有良民证吗？有，拿出来看看。快点。刘副官。哎哎，这两天你们可真够辛苦的啊！盐湖一带派了岗，又扣了船，不许老百姓下湖捕鱼，究竟出了什么事儿？没什么，没什么，
听说芦苇荡里有新四军。新四军？那怎么不派兵去搜啊？嗨，苍党捉了，芦苇荡那么大，上哪儿搜去？好，不谈这个，不谈这个。快叫病，快叫病！这孩子的病，病家不用开口便知病情根源。说的对，吃我的药；说的不对，分文不取。嗨，你先别吹，今儿个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本事。这个病是中焦阻塞，呼吸不畅啊！等等。他说的对吗？是啊，刚才还说胸口堵得横呢。哦，他还有两下子。看看舌苔，胃有虚火，饮食不周啊。确实啊。肝郁不舒就容易急躁。是啊，着急着呢。哎，头疼脑热的，着什么急呀？不要紧，我开个方子。吃上一剂药就会好的。总有人情到堂。刘副官，看什么呢？我对医道很有兴趣，快开放。好了，好药一剂，半瓶难见效。您替我盯着点，我这就回来。哎，不少乡亲被捕。哦，据我们得到的情报，胡传奎已经是死心塌地的投靠日寇了。那该怎么办？一定要拔掉这个钉子。哦，我们的主力部队马上就要回来了，你设法了解一下敌人的兵力部署情况。过两天我派人来取情报。那伤员同志们怎么办？立刻转移红石村。是。司令营前了，托您让他请客，叫我买东西。那好啊。哎，你怎么还没走啊？这就走，这就走，快走快走。要早吃，可不能过了今天晚上。快走。大夫，天阴下雨，小心路滑。是啊，坑坑洼洼的，要多加小心呐。不怕。你们照顾病人要紧呐，快走，这就走，这就走。向你指示，让同志们立刻转移胡志村，咱们还得想办法弄条船呐。我倒有个主意。你有什么主意？我溜下水去砍断缆绳，推出一条船，不撑高不使桨，船上没人，动静不大，只要推出半里路，大湖之中烟雾弥漫，就更看不清了。现在只能这么办了。阿青嫂，他有一身的好水性，就让他去吧。事到如今也只有按照他的办法去办了。四龙，对，你顺着这条小道找个必定的地方下水，千万要小心呐。阿庆嫂，子龙只有是水性，站在苍天浪里心，飞越虎对把亲人接应。妈，阿庆嫂，你们放宽心。好，你去吧，去。
打跟张东涛到我家来过。干什么来了？了解了胡双奎的情况，弄了点草药就走了。没给他们弄干粮吗？弄了，都带走了。好，你先回去吧。哎，刘副官，哎，司令要结婚了。结婚？女家是谁呀？周翻译官的妹妹。不用说，是参谋长的大妹喽。派你装美差到常熟厂里办点嫁妆。是，多谢参谋长。嗯，这水面上仿佛是有条船。船？哦，刮了一天大风，恐怕是把缆绳刮断了，空船飘出来了。不对，空船断缆是顺风顺水而来，怎么会逆风逆水而去呢？船底下一定是有人。有人，来给我追这条船。新四军平安转移出鲁大，是皇军周崔逼兵，看他们唐国太多抓来的穷百姓，拷问他们谁是共产党，问了半天也没问出个名堂。有一个周口供了没有？有。哎，我说老刁啊，咱们不会枪毙那几个吗？我正琢磨着拿谁开刀呢。来呀，走，把那个王福根带上来。走走走。为当里的新四军是不是你给送走的？只要你说出来镇子里头谁是共产党，马上就放了你。你们这些骑在人民头上的汉奸，走走，把他拉出去当兄弟一块走走走走。中国共产党万岁！看见没有？谁要是不说，就枪毙你们！快说！表有证。有。把那个新四军家属刘老头枪毙！是。刘老头。打倒汉奸卖国贼！来人！有。把那个杀老太婆拉出去，一块枪毙！是。慢着。就是这杀老太婆不能毙，皇军点着名要他的口供，不要他的老命，留着他为的是追问出在幕后活动的共产党。共产党只怕共产党坐在咱们对面都认不出来呀。司令，有一个人很值得怀疑。谁？那天刘副官冒冒失失打了阵枪在哪，扣下的船丢了一只又在哪，都离春来茶馆不远。你是说阿庆嫂太可疑了？怎么抓起他来？哪里哪里，司令的恩人哪能抓呀。司令不是派人去请他了吗？
我派人请他是为了帮我办喜事、啊、那么他来了咱们问问问问怎么问呢、啊、哎你是共产党啊哎哪能这么个问这回就用依着你来人阿庆嫂一到马上报告阿庆嫂到请自寻欢嫂当回民东亲杀家暴激情要重现本身虽孤也心疼
敢挺身来把仇人这些个事情是谁的主谋，谁的侄子？我不知道。他妈的，一问三不知，今天要你尝尝我的厉害。得嘞，何必着急呢，坐坐。沙老太，你受委屈了。哦，坐坐坐。听我跟你说，沙老太，休得要想不开，听我把话说明白。你不出乡里面去买，岂能够出谋划策巧安排？平时有人来指派，他在屋后手哭手喜，男人来，他袖手旁观，稳坐在钓鱼台。只要你说出他的名和姓，怎么样，想明白了没有？阿静嫂，你劝他几句。我？你跟他是街坊，劝他几句嘛？啊，对，你劝他几句。好吧，既是刁司马长这么看得起我，那我就试试看。不过这老太太的脾气我是知道的，恐怕也是要碰钉子的。沙奶奶，参谋长说你儿子给新四军送船，是真的吗？沙奶奶，你就这么一个儿子，真舍得让他走吗？孩子大了，要走哪条路由他自己挑。说，新四军对你有什么好啊？好，我说，我说，直冲在上海打了仗，相当糊涂的。
成堆，千阶堂满目焦土遍地火光心似金，共产党在忙抵抗，历尽艰辛攻进江南深不丢，解放军阵营亲们才见天，日光你们好成忠义国君，为什么见日头不发一枪？我问你究竟是哪一国？为什么不救中国主东洋？为什么专门袭击共产党？你装在哪里？你在何方？你们是汉奸，走狗卖国贼，少年无耻丧心天良、有理敢当着百姓们讲，纵然把我千刀万剐也无妨，杀进阿邦总有一天会解放，且看你们这些走狗汉呐杀老太婆，你跟他是街坊，能够见死不救吗？杀奶奶会有人救的。谁？他儿子四龙给新四军送船，他就不救他的妈妈吗？再说新四军也一定会救杀奶奶的。他妈的，我把他枪毙了，看他们还救谁。是啊，你要是枪毙了他，谁也就不来了，没人来救沙奶奶，宁可谁也就逮不着了。哦，你是说放长线钓大鱼，叫他们上钩？照你这么说，还是不必沙奶奶的好啊。枪把子在您手里，主意您自己拿，我不过是替司令着想啊。对对对，好吧，阿青嫂真是自己人。这么办，我们打算马上放了沙老太婆，请你把她送回去好不好？参谋长这么信得过我，我一定照办。那好，来了，把沙老太婆放了。走。要杀就杀，不用捣鬼。老太婆，放你回去，别不识抬举。沙老太，没你的事了。阿庆嫂，送他回去。沙奶奶，走吧。
盯着他们，看他们说些什么。是，哎，老丁啊，你又变什么戏法啊？只要他们一热火，就证明是一起的，马上抓回来一块审问。真有你的，老丁！哈哈哈哈，参谋长，打起来了！谁跟谁打起来了？沙老太婆跟那静嫂打起来了！把那沙老太婆抓回来，关起来！是。
了下面日空，看见城邦做成了土地牌，建成天船。当枪尖刀，只差进敌人心脏，打他一个本不防。换瞧他穿成水远一张枪，好几次唐小雨去。Yeah!
在灵火里做到刀前端，消灭敌人的军门板，一应接住李副盾，刀刃Thank you.
Thank you.